我叫宋传忠，贵州宜兴人。我喜欢在山洞画画，洞里面安静，感觉在那里啊，精神才能够放松，画起来也更有灵感。哎，这个洞，这个原来没有名字，后来我们把它改成清明洞，意思就是清净、神秘、逍遥自在，不受恶俗。这里就是我画画的地方，洞穴是非常漂亮，它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，是一个。这个画画最理想的地方，哎，这一笔都是我从山上这个去找的一些树根、盆，这个来制作的。这个融合大自然，和大自然联系一体。哎，这个笔筒是我从山上找，这个找的树桩上面长了很多菌。哎，平常都是用这个水池啊，或者是这个画画啊，拿来当洗笔水的。最近几年，我的创作一张四厘米长卷《神州说》，现在已经基本上得了大半了。长卷的内容，这个主要是从大禹治水、女娲补天，这个一直画到现在。为了收集这张长卷的资料，我跑了中国的大半个地方，希望这张长卷，这个体现这个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。